這件事是一件很震驚和 很難過的事的、嗯、但我也不想 不想說太多了、嗯、我太太的心情 是、嗯、是人之常情來的，人之常情來的、所以今天我又帶她出來、啊、即是她有到 今天有到場的，有啊有有，我特登想，因為這段時間我一直都有，我一做完我都 有陪著她的。天王郭富城昨晚出席電影首映禮活動期間，在受訪時提到近日名媛蔡天鳳 Abby 慘遭前夫一家殺害，成成顯得非常沉重，不願意多說。被問到是否認識 Abby， 成成就坦言 Abby 生前是她和太太的朋友，她對事件感到非常震驚和難過，又透露太太方媛的悲傷是人之常情，說她仍然需要時間去平復心情。為了幫助分散太太的注意力，這日成成更加特登帶埋她一起出席首映禮，而且每日收工就即刻趕回家陪伴，認真不話得了。